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保持您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各位好，这里是原来如此的比赛现场，我是苑苑。今天呢，我们原来如此又请来了两位特别的来宾，他们将会在我们的舞台上展开一场特殊的比拼。他们究竟是谁呢？马上掌声有请二位。有请英皇娱乐中国区副总裁包尔霞先生，有请著名歌手常宽，有请二位。您好，您好，两位私下是朋友吗？是啊，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 友，对对对，那太好了。那我问问你啊，包括尔茶平常都爱玩什么？他爱练武术，哎，有的时候哈，还有个见义勇为的事件。啊，这是我们从那个公安机关的闭路电视里看到的。哎呦，那你身手很棒，学姐是吧？啊，开开玩笑，嗯。他爱玩点什么？他爱玩什么？爱玩乐器。这我们知道，他歌手爱唱歌。这还有什么？爱喝酒。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想问问二位，知道来我们原来如此是来比什么的吗？这比什么的呀？我什么都跟他比，我啊。所以还不知道呢，是吧？我就想说，无论您是爱武术，啊，无论您是爱喝酒，知道这儿其实都没什么用，都用不上，因为我们要比的是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问题的观察力、判断力、思考能力，所以一会儿咱赛场上见呗。我想这你们就找对人了，我们俩在生活上的细致、细腻、洁癖啊、爱好，我们还都有一拼。有一位已经摁捺不住了哈，心中的喜悦，来，我们的科学考官也是我们现场的实验主持人，掌声有请江腾岳。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包先生的到来，跟您得正正经经的，因为是头一次打交道啊。一听说您这个名字，感觉是少数民族蒙古族，是蒙古族啊。啊，宽哥常宽先生很熟了，哎，对，哎，咱们我们就是踢足球成为的好朋友，对对对。希望他们二位今天都能赛出高水准来。嗯，其实今天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么着，咱们先来一个开场的小益智类的游戏，热热场，好，好，请到那里。我们今天还有一小胖子啊，我们一助手也来了啊。有时候呢，咱家里头您晚上回去了，说自己啊玩点小情调，喝口酒，但是呢没起子了，找不着酒起子，一高兴啪把瓶塞子捅进去了，有事，对对对，没事，这酒不妨碍喝，喝到这儿了呢，现在想把这瓶塞儿再给拿出来，给您准备好了工具，皮揣吧，这有点大哈，这有小的，奶嘴儿。也算揣子，也算揣揣子啊啊！这个羊肉串签子啊啊！这昨天晚上他夜宵剩下的啊。导演真能想哎，还有什么镊子？大镊子，这肯定没戏这个。哎，这个没用吧？用这个塑料袋啊，是吧？您想想，用这几样东西怎么能把它给弄出来？一人一瓶，先试试。来，上手先试试，找找感觉。这真挺难的，因为这个平时就扔了，但是真要说穿了就特别容易。这不太，还真来，不太可能吧？这个用这个呢？这个也不太可能是吗？这酒还不能洒出来吧？你可能有杯子可以倒啊。这平常喝酒有过这种情况吗？有，但是谁也没想着把它拿出来，喝完了，对，都喝完了。我是遇到过那瓶塞儿断了一半在里头，对对对对对，你给它怼进去，这也不行啊，这个。其实说的也对哈，喝完了就完了，也不用管那个塞子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了。但是这个真想把它学会了，以后怎么办？哎，咱两位有招吗？觉得？哎呦，这。这都快对上眼了，也弄不出来。我这技术活，技术活啊！这好歹能使上劲儿啊，是不是？这瓶口进不去了呀！哎，要不咱们把那酒都倒出来？哦，对吧？这么拙劣的方法是吧？有这说吗？对，我走。高先生，高先生，把那酒倒出来，说不定好弄点，是不是？倒那么俩杯子，倒不完。喝了，我再拿俩去。有点意思了，嘿。啊？哟，倒出来啊？有点。要不您不好使劲儿，是不是？放弃，哎，这是啊，这不行，哎，这没戏是吧？放弃了，哎，
啊，没洗出来吗？这太麻烦了。你就是扎上也很难把它勾出来。对，嗯，它这个地方是这个瓶子底儿啊，它不是平的，它底下有一个凸起，所以你很难扎。立起来，立也是不可能。上端，哎，你顶多平着扎的，平着扎的拿不出来。而且它是有压力的，它这个嘴儿没戏，怎么可能把拿这个？那你怎么拿出来？没戏，拿不出来。它是横着的，它是横着的，哎。横着的。你这钓鱼行？它可以竖过来呀，是吧？它怎么竖过来呢？对呀、啊，行了，你们别想，我觉得谁也拿不出来。哎，有人能拿出来，谁呀、啊？来，不会吧？来，我们今天的特邀助手，这个是需要重量是吗？对，需要分量，哎，重需要眼镜，不是，这很简单，体重大的就能拿出来是吗？不是，我先告诉二位老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啪、啊，碎了就拿出来。嗨、啊，呱唧，太聪明了。对这方法好像谁都会，刚才我都说了，这个一定得倒空了。看，我还是说对了一步。摆着塑料袋您就没用的。这塑料袋能用吗？当然能用啊。刚才我问你，你我说了塑料袋啊，可以啊。没跟我们说这是道具啊。哎，那我就说这塑料袋给你，你能干嘛？注意啊，你胖子把塑料袋先还放进去，放进去，然后，让瓶塞儿下。下来到这块儿，然后往里吹气儿。我妈，哎，这回好像瞪出来啊！哦，真的，我你说对了，这真跟体量有关系。刘欢哥绝拎不出来。哎呀，我真的出来了，拿出来了。哎，胖子不容易。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塑料袋搁进去之后啊，让这个瓶塞卡在一合适的位置，充满了气儿，充满了气儿，然后一块就拽出来了，像一只手一拎就把它拎出来了。生活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方法，但其实这个没准能用在好多地方。你比如壶塞儿塞到了暖壶盖里，或者您泡茶的时候不小心这暖瓶盖啪扔茶杯里了等等，那会烫死了吧？没准都能用得上。行了，甭管怎么着，它是一招，算不算？对，咱学了一招，是一招，是一招。这只是我们一个热身活动啊，热身活动，比赛还没开始，哦，马上开始，二位和我去。请嘉宾就位，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和微波炉有关，二位看到了啊。那首先呢，我们请腾越和他的几位助手给大家展示几个关于微波炉里的。场面，场面，哎，不是那个，人家不是说那小女孩来吗？怎么又你来了？那我走吧，没人就行了，就你吧，就你吧啊。那个宽哥，你有尝试微波炉里放过乱七八糟的吗？我是标准的住家男人，这微波炉啊，我跟你说，全北京家庭最早有微波炉的，我们家就排在前面，90年左右，这算早的是吧？这就算早的了吧？算早，当年得5000块钱一个呢。是吗？5000块钱一个微波炉，对，在当年不是够奢侈的。以你的常识啊，微波炉里不能放什么？什么金属的呀，铁的呀，方便面的那个含金属的那个盖的呀，不能可乐那个整个放进去呀，哎，这不行。对，这是。包先生呢？您尝试过什么乱七八糟的吗？我很少尝试，我们家厨房我都很少进。肯定是有一定有一些东西是肯定是不能放在里边的，它有高温的话防止炸呀、之类的。这些东西有点极端，有点特殊，也挺邪乎啊。什么呀？同时呢，肥皂放微波炉里，咱们看看把肥皂放微波炉里什么效果。来，你来，哎，然后麻烦那个大厨也帮我们切一下。这保不齐家里有小孩的淘气哦，或者万一你喝多了呢？这儿放一块面包，这儿放一块。肥皂，你生把肥皂当面包了，搁微波炉里了。谁家面包肥皂搁一块儿？这不会有危险吧？它应该没有。它这东西是它靠这个分子震荡，让这个生物体这个放进去东西内部分子震荡之后产生能量散，所以它是从里面往外扔。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哎呀，已经成一大堆泡泡了。哦，像是个泡泡。裂开了啊！裂开了。这个视频是怎么出来的呢？它里面应该有个探头，探头化了，后来冒烟了。这是刚才那块，这感觉变成好几块香皂肥皂了，是吧？对，哎，这挺好哎。哎，这微波炉可香了，现在放这上。没事，腾越不怕烫。这个我们还有一张光盘，我啊。好，放完香皂放光盘。都放都邪乎。这孩子是够淘的哈。厚了吧？放到光盘的话，光盘应该裂了吧？增厚，应该变我觉得是增厚。快看！
看到没有？转着呢，嘿，哎呦嚯，变光四射了吧？哎，着了，冒烟了。哎，还挺好看，像放花一样。这不用停吗？它不会炸吗？拿回去给看看。像什么呀？这个像80年代的那个水晶球在天上转的、迪厅里的球。哎，我就别闻了。哎呀，很亮，奇怪的一个味道。后面观众也看看啊。就像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化学做实验。不要没事别试啊，毁来了是。还有人拍照呢，拍下这一幕。所以我们现在要说明什么呢，腾越？很残酷，很残酷，这不行，这个啊。其实这两个可能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微波炉里不要上一些危险的东西。对，这两样我们看到其实并不危险。真正对于微波炉来说，里面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搁的，那个东西是极其危险。但是为了便于大家更清楚地记住这个问题，我们在现场还是要把这个危险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助手，把最危险的东西拿上来。我多酷啊，宽哥猜这里面是什么？食品类啊，还是什么家用类、消费品？我觉得消费品。哎，手指拿。别瞎猜了，看来看。不就烟吗？它怎么会危险呢？嗯，实验继续进行，胖子操作。好，他穿的这么严实，咱们是不是也往后闪闪？还是没事，咱们安全距离。他穿的这么严重，哥给你点上。这也是一烟民。少抽两口啊，公家的烟。危险是我干的。你长得就像危险啊！烟点着了，上面用这个扣上，扣上。这是教恐怖分子做炸弹的，这是。那这肯定炸了，这个是吧？我们要堵耳朵吗，腾越？月月，你现在就可以出题了。好，太好了。趁着他炸之前，我先把题出了，好吧？然后我就躲开这个危险的现场。二位请听好题啊！将点燃的香烟放在微波炉里会制造出什么？只有两个选项啊，有一个是对的。A， 金刚石般的坚硬的晶体。高温碳化。很硬很硬的啊，晶体。B， 类似球形闪电的现象。请看大屏幕。球形闪电就是俗称的地滚雷。画面中的闪亮的小球就是自然界中的球形闪电。由于很罕见，几乎没有人拍下球形闪电的视频影像，只有照片的记录。这道题啊，我给你重复一下，听好啊。将点燃的香烟放在微波炉里会制造出什么？ A 还是 B？ B。 B 是个球形闪电。我就想肯定是会炸了，然后这个它里边因为有火吗？我宁可相信是 A。 为什么呢？这如果要能有金刚石般的晶体，这就是一好的试验。对吧，哈，换一块项链。所以你是本着这个初衷，你觉得这根香烟放到微波炉里，它应该变成一个金刚石般的晶体。不是说不定哈，来，反正不是 B 是吧？实验进行，进行。看看是包括尔查说对了，还是陈宽说对了。我们用了3分钟的时间是吧？2分钟。不过他带着穿着那衣服，倒有点像闪电的意思啊。你又变了，烟没闪，他闪了。哇，就是 A 嘛，让他先跳。下完，哎，好像有金刚石，有鬼火，鬼火。这从哪儿看出来是金刚石了？不是金刚石般的吗？啊！还有1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天哪！天哪！你瞧见没有？看里面有火球了吗？看了吗？哪儿的火球？哎啊！金刚石般的来又来了是吧？来了。有点球火球啊，炸了，有点你说的这个。还有10秒钟，哎呦，火，这应该是球形闪电吧？我们说类似于球形闪电的东西，我们最后看看结果，看看吧，看看还剩什么。
那里面就是甭管跟结果什么东西，反正刚才闪电了。我们是过去看看呀、啊，还是怎么着？其实就跟抽完了一样。助手来，辛苦一下。其实就是一根。那这不是就抽完了吗？这烟把嘴留下了。那我明白了，插对了。甭管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很坑，反正没有金刚石。好像你对了，没那金刚石。没那金刚石，还真有那球形闪电。球形闪电啊！太棒了，来，我们恭喜爆火茶，首先得了一分，很厉害。你知道我为什么输吗？这个？为什么？这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她没做过这试验，你这不知道这个。这个其实当时微波炉啊，就是在研究雷达的过程当中，这工程师口袋里装了一块口香糖，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后来发现口香糖化了，很奇怪。哦，这时候突然想起来，可能是这个磁控管发射出来的能量导致它的口香糖化了，于是根据这个推出了家用微波炉。其实它就是借助这个微波的能量，让分子在内部产生震荡。实际上这个香烟也是，因为它本身有大量的碳，烟草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碳，碳会导电，会吸收微波的强大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它就会聚集在起来，然后慢慢越聚越多。当能量足够高的时候，发生电离，就会出现类似球形闪电的现象。好啊，明白了，明白了。哎，是包先生答对，恭喜。来，岳然机智俩答案，多来就猜不出来了。下一道题是跟这个人的脸有关系。记女孩，是一眼就能记住她的长相啊，还是说我见了这人可能两次三次我还是不肯定？除非她有巨大的变化，否则我一定能想得起来。那咱们这样啊，这道题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记人脸的一个现象。请我们的女助手啊，帮我们把那个图片拿上来。这女助手我肯定下回还记得。嗨，我们说咱们看人的时候啊，咱们要记住一张脸靠的是什么，是单纯看五官某一部分，还是说记半张脸，还是说心里阴暗的人才记半张脸？记一个人的脸的时候，你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方法来记？三种方法 ：A， 某一个有特征的五官 ；B， 记住半张脸之后，然后原封不动的给它复制过来。C 第三个选项就是记住一个整体的一个轮廓。是哪个选项？其实我觉得吧，现在一般人来说啊，可能记一个特殊的东，就是器官，哎，比如说记你这个黑眼镜特别有科学性。不戴眼镜，下回您就认不出他来了。你又不是没见过不戴眼镜的样子。您还是戴着眼镜，你就认不出来了，就是说呀，是吗？但是很正常的人会因为这个想到你。包括是啥呢？通常是你比如说他脸上如果有个特别的特征的时候，那肯定是以特征为主，但是没有这个特别的特征的时候，那肯定还是以轮廓为主。大概的一个轮廓，因为大家第一印象一看就是啊是这样一个，这个比如说胖了瘦了帅了，漂亮了，那现在是 ABC 三个选题。对，所以那现在我选那个第一个是某一个有特征的五官，对，是吧？哎，哪怕是一颗痣你也能把这个记住，哪怕腿长。对，但是包括我选的就是整体的一个轮廓，对，来记一个人的脸。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咱们这么着说啊，这个世界上啊，首先问有没有左右脸对称的人。我们谁能说自己左右脸是对称的？我们看看他，能把你头发稍微撩开一点吗？觉得他是对称的吗？不对称啊。再看看他。通常说没有完全对称的，就跟手一样，两个手长得差不多，但是大小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据说就是圆圆给翻转过来的。啊？就是左脸右脸。哦，这个是我的半张脸复制过来的样子吗？哎，你们觉得哪个好看？我就说中间那好看。你说中间这幅长得善良，有这么夸人的吗？腾越。给我们这圆圆的脸都复制的，这是 PS 的是吗？对，不是，他是把这半边脸这么翻过来了，把这边脸盖住了，所以你看圆圆其实翻过来之后，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哎，所以呢，只记住半张脸肯定是错误答案。二位的选择
还是这样，没有变化，是不是？对，我还是选择特点。行，一个是有特点的五官，一个还是整体轮廓，是不是不变？行，我们接下来看啊，有一道帮助二位继续来分析这个记录人脸的现象的题。这道题呢不计分，所以二位可以放心大胆的猜啊。三张照片，哪一张是真实的我？原封不动的，没有经过修改的张腾岳，迅速判断。不带拿大顶看的啊，不带这样看的。对对对，就正常看。不，真得像他这样看。不是，真看不出来。你这有点忒难为我们，本来正着都难看，可以再给你们往前拿一些啊。其实跟远近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对对对，真的。这几乎一样，哎。好，到这儿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这只能就蒙呗。别蒙啊！别蒙，我建议咱仨仔细看啊。宽子，咱都这样看一下，真的管用，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吗？能。那个行，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两个你本人从这两个里挑了呗。这两个啊，只有一张是没有动过的是吧？不行，那这张没动过，就最左边、肯定吗？啊，最左边的这一幅是真实的张腾岳。中间这个，中间这个，这张不是在哪儿？谁眼角冲上啊？这就把眼睛给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眼睛给掉过来了。对啊。这么看着还挺好，就是这么看，哎呦，吓死谁了！哎呀，太棒了！我要你的卧室等于我要长成这个，主持人委员会肯定不通过。你搁车上，没人敢撞你，你信吗？啊，来，我们再来看这张，猛一看也挺好的吧？嘴有问题，这嘴这是怎么了？就是怎么了啊？这跟反过来看真的不一样，是吧？嗯。你敢这样啊？我嘴有那么难看吗？我这个眼睛是怎么了呢？怎么嘴给看清？这么大缺陷没看出来是吗？只有这张才是太正人君子了，这假呀这个。这只照了表面，没照内心是吗？啊！但是我这有难度，你看眼睛吧，它还躲在眼镜后边，这嘴就明显的什么都没有，你能看错了。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绝不是凭某一个五官来判断出来的，合着就是我错了。这么说话，这人的五官确实像您说的，有时候比较特殊一些啊，长了仨鼻子俩嘴巴，天生这样，你歪，那你肯定记得住。但是相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肯定还是要记整个面部轮廓。这和认字儿的习惯是一样的，很多字儿呢，我们认识，但是记不清具体的笔顺。其实这是大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采用的一种记忆办法。我们的大脑记忆陌生人的长相，一般只会记住大概的轮廓，这是因为对于不太熟悉的事物，我们的记忆通常都是图像记忆。等到我们想要再次记起的时候，那个场景的图像就会又浮现在眼前。而为了提高记忆和识别效率，我们的大脑就会只记忆图像的大概样子。这种做法在很多事上，比如说认字上就经常应用。很多不常用的字，我们一见到认识但不会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记住它们的具体笔顺，只记住大概的样子就能记住和认出这些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认错人或者写错字的原因。那刚才肯定不是你答对了，2-0了吗？我加油了，真得加油了。好，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之前，我们先欣赏一段魔术。好，那在进行下个环节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出啊我们年轻帅气的魔术师王宇来共同给我们完成这一个环节。其实我觉得现在玩魔术是个流行哈。尤其是像现在这很多这种魔术啊，哎，我觉得学会之后有一特别好处，你知道吗？晚上大家伙吃饭的时候，哎呀，聊的可能可以露一小手，哎，特没劲的时候，没错，你来一手。用到的呢，都是我们今天，比如像现在夹子啊、纸啊、硬币啊、火柴这些日常生活中可常见的东西。对。来，这个主持人帮我随便的挑出一根火柴来。对，挑根火柴是吧？随便拿一根，随便拿一根。哎，好，其余的火柴呢，我先放回来，好，放回去，好，反过来，扣在这。那这根火柴呢？一会儿会用到，麻烦您帮我这样举着它。举着。对，今天还要用到的这个，还不是人家举着都是火炬这样。
火柴了、今天用的主题是火柴和硬币。好，这里呢有张纸，我把硬币呢首先先包在这个纸里头。硬币包在纸里。好，你看到吗？真纸，真纸，好像还是一宣纸。包起来，卷起来。主持人摸摸看还在不在？对啊，硬硬的。这样我用夹子给它夹起来，这样确保呢它不会再。不会跑掉了。好，接下来呢很简单，把火柴划着。划火柴，这划火柴，这个这会啊，这会了，这太会了。不要眨眼睛哦。我的钱呢？我的钱呢？你比股票还狠呢、硬币不见了，去哪儿了？物质不灭，去哪儿了？物质呢从一个地方消失肯定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你还记得刚才您自己从火柴盒里拿出过一根火柴、也就是说火柴盒里曾经丢失过一个物体啊，没错吧？对啊，这火柴盒一直在您手里对不对？对啊，在我手里。自己给推出来，来靠近一点，在这个这儿干净的桌子上，对，啊，好，推出来，推出来哈，可以拿起来，然后推出来。我都不会开火柴了，哎，这面是反的，好像这面是正的，可以。推出怎么了？看哦，把说火柴反过来，桌子上没有东西，没有啊。钱在你手里，这钱你端在你手里，你抖出来的。这个好，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东西都送给您作为纪念。对，回家划火柴啊，这个夹子、硬币都可以用到。我觉得王宇给我们引的非常好。我们今天呢，咱不谈钱。谈钱多俗啊，是吧？对，咱谈友情是吧？哎，不是，咱谈火柴。哎，我们今天下面啊就跟火柴有关系。哎，圆圆。好，下面我很高兴有个机会，要创造一个大的场面。二位，稍微离我远点啊。小心。哇。小心，看见没有？这个真的离我远点。这东西挺悬的，听说这东西能爆炸。不害怕是吧？不是，我发现咱们这做了一危险的节目哈、微波炉里扔肥皂，这么多火柴。真不害怕，看清楚这是什么了吗？你能爆火柴啊？火柴啊，这很多火柴。对呀、对呀、所以太有才了，危险物品。所以这还真是挺沉的。我觉得这活儿哈，我还真干不了，我还是得麻烦我们亲爱的科学考官。我们的两位助手已经准备好了，胖子带着瘦子，胖子你来说你要干什么？引爆他。引爆谁？哎，怎么是我呢？那个，引爆他，然后会怎么样？蘑菇云，蘑菇云，嘣！就是胖子要在我们现场制造蘑菇云，你们觉得可信吗？对，这道题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过一段视频，其实网上还是有的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哈、他在自己家的后院，就是用面前的这个很多很多根火柴，可能达到了上万根火柴，同时点燃它。然后呢，这上万根火柴就形成了一个爆炸。他看到的是一个像蘑菇云一样的巨大的火球。我们这道题就是要问，点燃上万根火柴真的会伴随一个蘑菇云的爆炸吗？在回答之前，我们可以让胖子先在演播室里尝试一下。胖子有多少火柴头？数不过来了，得有万把根吧。瘦子，你报的是引爆器。引爆器，那咱准备啊。好，听我口令，五、四、三、二。点燃上万根火柴，真的会伴随一个蘑菇云的爆炸吗？我们可以让胖子先在演播室里尝试一下。好，听我口令，五、四、三、二，点火。
胖子在蘑菇云的爆炸声中不幸罹难，还露出他的大肚皮。瘦子把你的白衣服脱下来盖在他的脸上，以示尊重。我们对逝去的朋友要表现出我们对他的尊重。我们现场在默哀的同时啊，二位来思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同时点燃上万根火柴，爆炸之后会产生一个像蘑菇云一样的火球吗？ A 会， B 不可能。宽哥先来。宽哥先来。我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像刚才那样产生一个蘑菇云的火球。就是怎么可能嘛，火柴而已是吧、嗯、怎么一点就会出蘑菇云呢？会吗？我支持一下宽哥吧。不会。那我就会。反正就是不一样。一定不跟你一样啊。后面那几位女孩估计没玩过火柴、啊、但是想问你们，火柴能形成蘑菇云吗？会吗？你们觉得那么大一个火球会可能是通过点燃火柴产生的吗？会。那女孩说为什么会？因为火柴太多了。嗯，就是啊，因为火柴太多了，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蘑菇云。我也觉得是会。是为什么？从场啊，这个上面这个硫磺啊点出来之后一燃烧，空气怎么也得冒股烟儿吧。那也不是蘑菇云呢。他对他现在说的是蘑菇云，他那个烟儿有可能呲呲啦啦的连成一片的。这么多根呢啊，就没。那就是会。会。我不会。不会。好，我们看看这轮到底谁说对了啊、嗯、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用火柴头来制造爆炸和蘑菇云较为危险，真的形成蘑菇云也是很壮观的，演播室里不好实现，我们请场外的助手帮我们实现，请看大屏幕。想用上万个火柴头制作出蘑菇云和爆炸，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把这么多的火柴斩首可得花点时间。5个小时后，我们特制的钢桶中才挤满了上万个火柴头。留言中的爆炸是在某人家中的后院里制造的，而我们将爆炸地点选择在了北京采石路消防中队。接下来我们要在随时准备灭火的消防战士面前放火了。哦，居然真的爆出了蘑菇云，而且蘑菇云的高度竟超过了4米。爆炸的定义是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产生高温，并放出大量气体。这些火柴基本都做到了。而且从放慢的高速摄像画面中可以看到，桶里的火柴头在那一瞬间竟然都被爆炸喷了出来。但是为什么小小火柴头竟有这么大的能量呢？刚才那么大风，你们不能找一没风的地儿测试吗？他们拍那天正好有风啊。你瞧瞧，但是也看着那个烟了吧？啊，如果要是静止的，风速不厉害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大蘑菇云？就那劲儿了吗？就那劲儿了、嗯。所以恭喜这一轮终于拿了一分，不错不错，恭喜恭喜！来，大家给陈坤一点掌声，真是不容易啊。2-1了，是不是？嗯，2-1了。好。但是我们说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制造火柴的时候呢，所使用的物品里面呢，哎，有一个这个氯酸钾，它其实就是过去不安全炸药时候的主要成分，性质极其活泼，遇到助燃剂够燃点，啪，马上就着啊。诺贝尔先生为什么那么有钱？就是改进了不安全炸药，把它变成了安全炸药，改成了 TNT， 也就是三硝基甲苯。嗯，所以说火柴这个东西它引发这个爆炸是有可能的。但是想问问二位啊，为什么会形成蘑菇云呢？请看大屏幕。
什么爆炸后的烟雾会形成蘑菇云呢 ？A. 爆炸时的高温使空气膨胀，形成了蘑菇云。对，它一点燃，温度升高了，空气膨胀，形成了一种蘑菇云。B. 烟雾上升时，上升，受到了空气的阻力，形成了蘑菇云。哪一个听着？我选择 A。爆炸时高温，那我选择 B， 热胀冷缩嘛。热胀冷缩用在这儿，它这阻力怎么就往上有？它怎么不往两边有阻力呢？它往上，它怎么就出了蘑菇云了呢？这不是就因为热胀冷缩吗？就胀出了一朵蘑菇。它本身是不安全的火药，一着了之后，它就冒出一种黑烟嘛。就黑烟。这个黑烟在胀的情况下，就胀成了一朵蘑菇。怎么就蘑菇云了？对呀、啊，这热胀冷缩怎么就用在这儿了？我们说这个爆炸的过程当中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能量，所以它有一个往上升腾的作用，但是它在升腾的过程当中同样是受到了空气阻隔，有空气对它施加有阻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身的能量在不断的衰减，到了一定高度这个力量平衡的时候它就开始坠落或者往周围辐射，于是在上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蘑菇云，就像我们说子弹啪一枪打出去打在防弹衣上它会变形，前头原本你看弹头是尖尖的吧，它会变成饼状或者蘑菇状或者裂开，就是因为受到了阻力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枪打胖子，让胖子来具体演示。胖子行吗？我走了，回来，没枪开个玩笑，胖子有一个小演示给我们大家看，哎，反过来，但是同样会形成蘑菇云的效果。这是墨汁儿，然后拿嘴吸进去啊，这样嘬得出来吗？胖子，哟，胖子还真行啊！墨汁儿一滴，注意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倒过来的蘑菇云啊，因为受到水中阻力的影响。哎，这个就是这个真正的答案原因了，所以是 B。又是包博尔查说对了哈，不是这个是宽哥把这题送给我了，你选择是 A 嘛？那我必然要选 B， 我不跟你答案一致，合着送了一分。二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半夜回家啊，出去玩，半夜回家，一开房门想开灯。结果发现灯泡憋了。那有肯定有，家里还没有备用的灯泡。家里穷就一灯泡啊，坏了没得换怎么办呢？这冰箱里得问问你们家冰箱里有什么吃的。有酸黄瓜。酸黄瓜。柠檬。火腿肠啊，这样的家还能穷啊？又是这全是西式餐食品呢、啊、酸黄瓜啊，柠檬好，香肠，哎，行，想问问二位啊，其实我们这儿也有这么个道具，你觉得这些东西能替代灯泡吗？能亮吗？这也太不安全和卫生了吧！酸黄瓜滴着绝对洁癖，这香肠油了吧唧的。只要能发电，只要能带来光明，您管它卫不卫生呢？这道题啊，我给你重复一下，听好啊，这些食物哪一种通电之后可以立刻发光？对，就我们美女手里端着的这些。A 香肠。B 香肠。柠檬。C 腌黄瓜。酸黄瓜。我一看这美女我就发光了。那我选香，我选黄瓜。理由。理由，酸性的和。碱性的是吧？碱性就中和。哎，这个我得告诉你，这不是咱们小时候上那个自然课做水果电池。你要水果电池的话，柠檬最合适。柠檬多酸呢。就是啊，它不是水果电池，它不是用别人给它提供电源，是现在把这水果接你们家灯座上，它能亮吗？它越是这么诱导我，我越说是那黄瓜。包括啥呢？肯定不是香肠，这香肠你怎么发光啊？就在这黄瓜跟柠檬里选吧。这怎么能拧？但是康哥选了黄瓜了的话，那我就选个柠檬吧，柠檬它也透亮嘛。我就是选黄瓜。就是不变了，就是黄瓜，酸黄瓜拧在灯座上就是能发电，能发光，是吧？但是你说酸性的这个黄瓜里，黄瓜那本身那个柠檬里没有吗？有啊。
你们电池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啊？有一正极，有一负极啊，中间有电解液。香肠吧，我换了。又改香肠了。对、啊，这里边乱七八糟的，不定有什么呢？没准前后级它还分开了呢。我不是说了，你们别往电池那儿想吗？咱现在有电，没灯泡，不是有灯泡没电池，是有电没灯泡。这三个哪个能当灯泡？那就是黄瓜，黄瓜是透明的。你见过有人被灯泡电着过吗？被灯泡电着？对，不可能啊，灯泡不通电就没有。所以说这东西它本身能不能像灯泡那样亮起来？不是，它仅仅是发亮，还是说它能起到一定的照明作用了都？发亮，发亮。肯定是在黄瓜跟这个。咱们在想第一代的灯泡的时候，爱迪生那个时代的灯泡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丝？现在那个普通灯泡什么丝？钨丝。最早爱迪生用的时候是一种竹子的丝，碳化了插进去。这里也没提竹子呀。你想啊，宽哥，你选什么？柠檬。你又改柠檬了？对，这仨您都选一遍。因为他提示我嘛，那竹子是有丝的，柠檬那橘子皮儿起码它有丝。那我就黄瓜。你说柠檬我就黄瓜，肯定不可能是香肠。都确定了是吧？确定了，确定了哈，一个黄瓜，一个柠檬，正确答案是。好，我们来亲自试一试。香肠，香肠肯定亮不动啊。柠檬，柠檬基本没什么大反应。你开关开了吗？开了，香肠也开了吗？宽哥，你又错了吧？鹏哥，我是被人家误导的烤橘子味儿了，哥，他会，那到底哪个亮啊？哎呦嘿，嘿呦喂，真的是腌黄瓜亮啊！瞧什么呀，我这是被吃还带误导人家的呢，就是一个大忽悠。第一判断啊，第一判断是最准确的，相信第一直觉就对了哈，对。哎呀，真是又错了。行，我们可以把灯亮起来了。嗯，哎呀，这一轮又是包火柴。哎，包上知道它为什么亮吗？因为酸呢，碱呢。那它也是酸的呀。它湿啊，里边。它这也是。那是腌过的吗？那不是腌过。腌过的吗？就有化学反应了吗？我们就别。这些食物哪一种通电之后可以立刻发光？对，就我们美女手里端着的这些。A 香肠。B 香肠。柠檬。柠檬。C 腌黄瓜。酸黄瓜，我们来亲自试一试。香肠，香肠肯定亮不动啊。柠檬，柠檬基本没什么大反应。这到底哪个亮啊？真的是腌黄瓜亮了。知道它为什么亮吗？在这里面啊，腌的时候肯定得有大量的盐哦，还有酸性物质等等，所以它这个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液体的，像氯离子啊，哎，这个像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些离子会吸收电能，从而在黄瓜提供的液体环境里飞快的运动，并且互相撞击，在撞击的过程中激发出光子，就让电能变成了光能，最终就让它发光了。而柠檬虽然水分也不少，但没有盐提供离子，香肠里有盐但水分不够，所以都不能发光。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个是在专业人员指导之下制作的道具，在家里轻易不要尝试，可能会出现危险。对，您拿两根电线怼你们家黄瓜上，万一没怼好怼自己身上了，您发不发光我不知道啊，那个很危险，我是一定了解的啊。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了解。哎，稍事休息，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好，在我们现场呢，这里有一所房子啊，房子里面呢有两位美女，也就是我们的两位美女助手啊。大家可以看到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是站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个头都差不多，同样都是一袭白裙啊，头发发型不大一样。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让最靠左侧，也就是头发梳在后面的这位瑶瑶，她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么他们俩的个子看起来还会一致吗？好，这道题就是这样的，请二位听好。如果我们的助手就是梳着马尾辫那位是吧？瑶瑶，瑶瑶，对，你们二位记得？你都记住了，哎呀，我都记上了。如果他从现在他的所在的地点走到另外一个角落啊，就是偏左边的这个位置的角落，会发生什么情况 ？A， 看上去要大一些，啊，这个人看上去会大一些，啊 ；B， 看上去会小一些，啊 ；C， 没有什么变化，他会变大还是变小？我选择 D， 瑶瑶去了那儿会更漂亮。瑶瑶听了这心里没有地哈 ，A B C， 一是变大，对，二是变小，对，三是变胖，三是没有什么变化。哦，那凭直觉，你挑来，哎，我朋友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朋友你先来，嗯，变大嘛，变大，瑶瑶就变大了，对啊，他为什么会变大呀？他只是走从一个角落到了另外一个角落。不好意思，月月，你再把那个三个答案再念一遍。他是怎么着？是，他从房间的这个角落走到左边的那个角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A， 看上去要大一些。这个人看上去会大一些。B， 看上去会小一些。C， 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那就是变大，无非就是变大变小呗，对吧？啊，那大变大嘛。变大，为什么？你看他白色的墙，他们又穿着白色的，我觉得是变大。变大跟地上那格有关系吗？包括是啥？你觉得怎么样？他走过去，你觉得没变化？还没变化？就为什么呢？哦，别猜了，来，不变。不变。好，思考了很久之后，包括是啥给出了这个答案？我是说变大，他说不变。瑶瑶，走一遍给他们看。这很明显是变大了，对呀、啊，对呀、啊，不应该、啊、跟这个光有没有关系呢？现在晚了，现在改了是吧？那现在我来跟大家说这其中的奥妙啊！哎，假如说我现在跟我们这位女助手站在一起的话，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我们俩的个子差不多，甚至她还比我高一些。可是现在呢，孟瑶从那个方向看过来，要比我们俩高很多，对吧？那么现在我开始往孟瑶那儿走，怎么样？我的个子一点也不比孟瑶矮嘛。我们俩现在看着就比她要高很多了。如果我跟瑶换一下呢，我也会显得也比她还要再高。这其中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请您注意，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现在我伸手是够不到天花板的。我现在已经够到天花板了，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房子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地板不是水平的，而是我这个方向比较低，那个方向比较高，我再走一个坡，这个就会造成我们一个视觉误差，因为我们与天花板的距离更近了。再有一点，这个角度恰恰我们的摄像机最近的这台摄像机离我们很近，也就是所谓近大远小这样一个原因。所以综合而言，瑶瑶走过来变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大脑在处理接受的各种感觉信息之后做出的一个误判而已。明白了，难怪那个晚会的那舞台它都是斜的，它就是想显大。对对对对，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要变得大一些、哎、其实就是利用了视觉的误差。嗯，它实际上人根本没有变化，只不过我们的地板上做了一些调整而已。哎，有一些你们小时候不知道去过没去过中国科技馆啊？去过。哎，有一个倾斜的屋子，记得不？就跟这个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嗯、但是那个是让你视觉感觉它不斜，但是人实际上走的是斜的。哦，所以往往会站不住，可能会人处在这个状态，都是利用了我们的视觉误差和我们实际的感觉，都是我们大脑在处理由不同的信息感知器官收集到的信息时候产生的一些误会。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嗯，行，那这一轮是谁答对了？我对，真不容易、啊、不仅大了还漂亮了、哎、这还没说呢。行，好，那最后我们整场的比赛结束，比分就锁定在了四
1-2，还是输了，是不是？对对对，惩罚了，就是惩罚了。不过宽哥，我们还是给你一个机会的啊，这么好的嗓子啊，虽然说呢今天没带吉他，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还是应该啊给我们大家露一手，让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不用答题时候的宽哥是有多么的自信有魅力。好，来，试试。好，这首歌叫我的鼻子你的嘴。会出现谁？我说会见到你，宝贝。你问我一颗心能爱几回？我不会让它破碎。你问我明天有多美？我说和你一样，宝贝。你问跟我在一起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后悔。你的手心有一条感情线，已将我捆绑在里面。我可以对你重复100遍，你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我情愿跟着你的感情线，像鱼儿被带到水面。我可以和你拥抱100年，休息一天，看彩虹出现。你问我心中谁最美？这一次我不说，宝贝。你问我们的孩子会像谁？鼻子像我像你的嘴。和你一样，宝贝。你问跟我在一起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后悔。你的手心有一条感情线，已将我捆绑在里面。我可以对你重复100遍，你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我情愿跟着你的感情线，像鱼儿被带到水面。我可以和你拥抱100年，休息一天，看彩虹出现。你问我心中谁最美？这一次我不说，宝贝。你问我们的孩子会像谁？鼻子像我像你的嘴。谢谢，谢谢宽哥啊！宽哥觉得刚才好玩吗？我觉得很多东西呢，是我们生活中都碰得到，哎，而且还不敢做的，还不明白的，哎，今天我们都会了，哎，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只是希望啊，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呢，来考验一下大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能力和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非常感谢宽哥，还有
包括二茶兄的参与啊，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